他来讲，要万一他不是真的的要他去追他，不是他说的，然后他要去要被他，他去追他。不是说不愿意帮他，我知道我们也有没有做，但是我们不是愿意帮他，而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确诊才能够开药。自己玩的还是要带过来找家人一起抱他过来。对对对，他稍微好，他我不知道他这样子稍微好，那好就是黑黑的，那好像有在心，那好就是黑黑的。你还是想办法带来。对啊，哎，你那个几公斤？15公斤有，那个40公斤的人都抱来了呢。他嘴巴为什么一直叼着那个？我现在比较瘦，我就是要，还是那我是我儿子养的，把他丢在家里，结果我那个女儿在我这里抱过来，并不上班呐，就是。可是没办法，他要有，一定要，因为他养他必须要有责任呐，还是要出来带啊，对不对？吴先生说是不要紧，可是他是会好。